天天呢都是在苦难中感受的，看到、听到，当然啦、啊，地球面顶啦、啊，气候变迁的事件还是呢很紧迫，不只是人类穷困之苦，在整片的大地啦、啊，地球呢真的有受伤。遍体鳞伤啊，用什么方法呢来疗治它？唯有人类，大家人行善，大家人做好，唯有善才能破灾难，才有法度救济接触遐个苦难人。有善心付出，才有力量。我们凡夫心贴近啊菩萨心，菩萨心啊贴近佛心。佛来人间啊，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教菩萨法。菩萨所言缘苦众生，因为佛陀知道人间疾苦，苦难呢，都是爱有心人、有善念的人、爱心人，才有法度去救伊啦。这爱心人呢，伊的名称叫做菩萨。